Hi everyone, welcome to Mandarin Corner. This is Eileen. Today's story will be repeated 3 times. The first time will be slow speed with pinyin emphasized. The second time will also be slow speed but with hanzi emphasized. And the third time will be normal speed with both pinyin and hanzi subtitles. All 3 versions will have both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regular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students who just want to study with one of the last 2 versions, here are the time codes.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be sure to go to mandarincorner.org to download the story's free PDF transcript. If you like our content, please consider supporting us on Patreon or by making a one-time donation on PayPal. In return, you will get lifetime access to our premium content. Link for information on our premium content is below. Lin 是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老头。他年轻的时候嗜酒好赌，败光了祖上留下的积蓄。后来他结婚并生了2个儿子，但仍旧改不掉喝酒好赌的坏毛病。整天不在家，2个儿子也没空管教。他的大儿子整天在街头鬼混，后来因为团伙抢劫入狱5年，而他的小儿子好吃懒做，每天躺在家里做发财梦。林的大儿子入狱5年后的一个早上，他在菜市场碰到了王和张。林说：“老王啊，可以借下你儿子的车吗？我家大儿子今天出狱。”王有点不情愿，但还是掏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说：“儿子，你林叔想借你车子用一下，你看方便吗？”林站在一边补充道：“对，小王，我就借一上午。”过了一会儿，王点点头，对着电话说：“哦，你今天要出差，借不了，是吧？”王挂掉电话，挠挠头，然后对林说：“不好意思，我儿子今天要用车，要不你问问别人。”
林顿时有点生气地对王说，不想借就说不想借嘛，没必要找借口。你是怕我开坏了赔不起吗？王苦笑地说，这是我儿子的车，我又不能做主。再说，他要用车，我有什么办法呀？一旁的张见王为难，就对林说，我们哥几个都是老交情，老王也是没办法，你就谅解下嘛。林听完更不爽了，大声对张说，你也看不起我是吧？你的儿子要是有点本事，买得起车的话，我还用找老王借吗？张听林这么说，就不开心了，他说道，老林，你说这种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你的儿子厉害的话，他们怎么不自己买车啊？林这下更生气了，他争辩道，我小儿子今天是没在家，不然我才不会找你们借车呢。他现在赚大钱了，前天刚买了一套新房子。你儿子工作那么多年，还那点死工资，估计一个车轱辘也买不起。听到这个，张脸都气绿了，他大声喊道，我儿子是没有挣大钱，但他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也不会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林冷笑道，现在能赚到钱才是本事，我小儿子过两年就可以带我住洋房了，你们到时候就羡慕吧。说完，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一个月后，张又在菜市场遇见了林，正准备打招呼，林就匆匆离开了。原来林的小儿子被黑帮诱惑去贩毒了，最后也被抓进监狱，并判了30年。
林是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老头。他年轻的时候嗜酒好赌，败光了祖上留下的积蓄。后来他结婚并生了两个儿子，但仍旧改不掉喝酒好赌的坏毛病，整天不在家。两个儿子也没空管教。他的大儿子整天在街头鬼混，后来因为团伙抢劫入狱5年。而他的小儿子好吃懒做，每天躺在家里做发财梦。林的大儿子入狱5年后的一个早上，他在菜市场碰到了王和张。林说：“老王啊，可以借下你儿子的车吗？我家大儿子今天出狱。”王有点不情愿，但还是掏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说：“儿子，你林叔想借你车子用一下，你看方便吗？”林站在一边补充道：“对，小王，我就借一上午。”过了一会儿，王点点头，对着电话说：“哦，你今天要出差，借不了，是吧？”王挂掉电话，挠挠头，然后对林说：“不好意思，我儿子今天要用车，要不你问问别人。”林顿时有点生气地对王说：“不想借就说不想借嘛，没必要找借口。你是怕我开坏了赔不起吗？”王苦笑地说：“这是我儿子的车，我又不能做主。再说，他要用车，我有什么办法呀？”一旁的张见王为难，就对林说：“我们哥几个都是老交情，老王也是没办法，你就谅解下嘛。”林听完更不爽了，大声对张说：“你也看不起我，是吧？
你的儿子要是有点本事，买得起车的话，我还用找老王借吗？张听林这么说，就不开心了，他说道，老林，你说这种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你的儿子厉害的话，他们怎么不自己买车啊？林这下更生气了，他争辩道，我小儿子今天是没在家，不然我才不会找你们借车呢。他现在赚大钱了，前天刚买了一套新房子。你儿子工作那么多年，还那点死工资，估计一个车轱辘也买不起。听到这个，张脸都气绿了，他大声喊道，我儿子是没有挣大钱，但他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也不会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林冷笑道，现在能赚到钱才是本事，我小儿子过两年就可以带我住洋房了，你们到时候就羡慕吧。说完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一个月后，张又在菜市场遇见了林，正准备打招呼，林就匆匆离开了。原来林的小儿子被黑帮诱惑去贩毒了，最后也被抓进监狱，并判了30年。林是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老头。他年轻的时候嗜酒好赌，败光了祖上留下的积蓄。后来他结婚并生了两个儿子，但仍旧改不掉喝酒好赌的坏毛病，整天不在家，两个儿子也没空管教。他的大儿子整天在街头鬼混，后来因为团伙抢劫入狱5年。而他的小儿子好吃懒做，每天躺在家里做发财梦。林的大儿子入狱5年后的一个早上，他在菜市场碰到了王和张。林说，老王啊，可以借下你儿子的车吗？我家大儿子今天出狱。王有点不情愿，但还是掏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说，儿子，
李林叔想借你车子用一下，你看方便吗？林站在一边补充道，对，小王，我就借一上午。过了一会儿，王点点头，对着电话说，哦，你今天要出差，借不了，是吧？王挂掉电话，挠挠头，然后对林说，不好意思，我儿子今天要用车，要不你问问别人。林顿时有点生气地对王说，不想借就说不想借嘛，没必要找借口，你是怕我开坏了赔不起吗？王苦笑地说，这是我儿子的车，我又不能做主，再说他要用车我有什么办法呀。一旁的张见王为难，就对林说，我们哥几个都是老交情，老王也是没办法，你就谅解下嘛。林听完更不爽了，大声对张说，你也看不起我是吧？你的儿子要是有点本事买得起车的话，我还用找老王借吗？张听林这么说就不开心了，他说道，老林，你说这种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你的儿子厉害的话，他们怎么不自己买车啊？林这下更生气了，他争辩道，我小儿子今天是没在家，不然我才不会找你们借车呢，他现在赚大钱了，前天刚买了一套新房子，你儿子工作那么多年还那点死工资，估计一个车轱辘也买不起。听到这个，张脸都气绿了，他大声喊道，我儿子是没有挣大钱，但他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也不会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林冷笑道，哼，现在能赚到钱才是本事，我小儿子过两年就可以带我住洋房了，你们到时候就羡慕吧。说完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一个月后，张又在菜市场遇见了林，正准备打招呼，林就匆匆离开了。原来林的小儿子被黑帮诱惑去贩毒了，最后也被抓进监狱，并判了30年。